Please march in.好，重新上场。 后插腿基石平衡，接百连，转体180度，提膝，运动员完成的很平稳。 腾空正踢腿，这是一个 B 组难度，很有力量啊，爆发力很强。腾空飞脚，接提膝独立。 A 组难度加 A 来自菲律宾的运动员也完成了整套比赛。嗯，还可以啊。刚才那个音乐上的小问题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。对，还是比赛经验挺丰富，不错啊。 A 组 C 组满分，颜练分是 2.576， 总分呢是 9.576 分啊，还是个不错的成绩的。对，是的。 是，后面还有7位选手，哎，自己也很高兴啊。嗯，所以看一看啊。